不能动衣服，什么不能动衣服？真的，这里边老埋汰了，但这个地方老大了。我那口罩埋汰了，没法戴。我操！吓我一跳。这是一个灯具城，这里边全是粑粑。没有，没有被。哎，我操！这他妈让他一个吓得心惊肉跳！我寻思我点儿那么寸吗？刚进来就能就这样式儿的吗？小伙伴们、家人们，有票的上一上啊！有票的搂一波！我操，一眼望不到头！居然这里边居然一眼望不到头！做一点别的东西啊！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我操，这里边怎么感觉这么冷啊？禁止吸烟，违者罚款，罚多少呀？罚多少呀？我先来一袋试试，说实在不行，将将将，你可拉倒吧，你我让我去你被窝啊！来媳妇儿，我媳妇儿说了，8万票不是那个8万去了，800万超了他的那个总榜榜一，我那个我就可以。我去，这里边也忒他妈大了！这里边也忒他妈大了！我看外边吧，我就感觉大，但我没成想这里边这么大。对不对？对呀，都看不到尽头，千万别迷路了。好，眼神不好就走丢了。欢迎我兄弟，我去，欢迎我媳妇儿，大号。哎，这大车真他妈烦人！这是一个灯具城，据听说是那个棚顶掉下来把人给砸死的。据听说是棚顶掉下来把人给砸死的。你们看那棚顶上面，他妈冻得我想尿尿。碎着头顶，来这边吧，别他妈塌了，给我盖里头。感谢我小小程的么么哒，谢谢我小小程，恭喜我炫第200倍，应该是你自己卡了，小蟋蟀。这他妈棚顶，二龙招商，你都废弃了，你招商有什么用啊？你招商我过来我也不能投资啊，再说我也没钱投啊。给你弄点冥币投，你要不要？棚顶都掉了，你们看那棚顶，你们看那棚顶全是这样式的。
旁听全掉了。不是，你们都忙着刷幸运礼物呢吗？啊，怎么就没有人吱声了呢？都忙着中奖呢吗？啊？欢迎新进来的小伙伴们！我操，在里边太他妈爽了！谁？有没有人？我操！我真后悔今天没有回家。不是，我真后悔我来的时候没带个人出来了。这地方太他妈大了。有没有人？哎呦我去！哎，你们看那墙上，你们看那墙上，像不像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？像不像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？应该把闺蜜带上。对呀，真应该把她给带上。这地方太大了，太他妈吓人了。哎，你们看那墙上像不像个女人戴着眼镜的女人？完事那头发是像个粑粑的形状，对不对？看着像不像？啊？那个墙上，那个，我看着就像一个女人。过去看看，走。我离近点啊，离近点。你看，不像吗？啊，小朋友，你们看见棚顶上全是灯，看见没？棚顶上全是灯，各种各样的灯。这都是他们，这个灯具城卖的那种灯。哎我操！哎我操他妈！上面有钉。刚才把脚一薅出来的，一抬起来的时候，感觉有什么东西扎到脚了，扎到鞋底了，但没扎透。看没？全是灯。谁？谁呀？有没有人？你们有听见什么声音吗？啊，对呀，这个地方太大了。我也听见有声音了，我刚才以为是我幻听。有人吗？我们这天老冷了，流浪汉他也不敢在这里边待着，都怕冻死。有没有人？
这好像是上楼的地方。这又是哪儿啊？我操，没信号了！我刚才进那里边，突然间没信号了。我刚才进这里边，一点信号都没有了，卡！我也感觉出来卡了，没有信号了，突然间一点信号都没有了。现在还卡吗？还卡吗？不卡了吧？我看我信号恢复正常了。不了，不卡了就行。谁？我有听见声音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？我刚才听见声音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见。有人吗？小爱，你的真爱团到期了，赶紧把真爱团给我开通，赶紧开通真爱团。开个6块钱的行不行？两三百亩地，不知道啊，反正这地方挺大的，咱们一眼都望不到头。眼睛这是哪里呀？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能知道是哪儿吗？我操，这板上全是钉，你们看着这板没有？看着没？这都是在棚顶上钉的那种板，这种板都是在棚顶上的。感谢我们家小爱，这板都是在棚顶上的。你看，棚顶都掉下来了，看没？全是这种钉。你看，这还有电线呢。这是街灯的那种电线，街灯的那种电线，是不是？而且这地上散落的到处都是灯，到处都是灯，各种各样的灯。这应该是他们卖灯的在这儿待的那个吧台。放心，我会看着脚下的。说实话，我真不敢想象。对，踩进去就废废了。我操，这边没信号啊！踩进去的话，脚丫子必扎透。掉下来，掉一半，掉一半没有全掉下来。这要全掉下来的话，这一整栋楼里边，这种棚顶吊灯的棚顶全要掉下来的情况下，肯定就废废了。这里边人，我估计他是无一生还的，无一生还。感谢我们家小爱的幸运礼物，谢我们家小爱。这大椅子。弄一个回家做，肯定得老爽了。
五指山，我把你压下，小爱，把你压到最底下，让你成为孙猴。欢迎小先生，欢迎行者游客哥。要卡的话，你们提前告诉我啊。看这里边全是这样事儿的，全这样事儿的，他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砸死了多少个人。哎，我操！终于望到头了，终于望到头了。不好玩，不中奖。那不中奖我也没招啊，对不对？不中奖我也没招。欢迎天津爷们儿哥。天津的，谁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说这里边会不会有流浪汉呀？但是沈阳这天很冷的呀。欢迎一堂姐，那怎么老有声音呢？感谢我好人姐。去那边看看，走！那破自行车他妈吓我一跳，全是这种灯，平安灯是也不知道哪儿平安了，用完你家的灯更不平安了，用完你家的灯都有可能灯掉下来把人给砸的稀碎都，还平安灯是哪儿平安呢？一点都不平安，对不对？感谢我一堂姐姐。感谢我缘分的分享，谢我缘分。对，没分享的小伙伴们帮妍妍分享分享。那边灯上，灯上怎的了？你们看到什么给我截图，要不然我看不见，我眼瞎，眼神不好使。灯上怎的了？进去看看，从旁边走，别从那灯底下走，从灯底下走，灯掉下来再把我给干了。那灯怎的了？注意安全，好。我去啊！哎，你们看这个灯，哎，你们看这个灯，有我信号满格呀。哎，你们看这灯，好看啥呀？冷不丁一看，老吓人了。全是这种画，冷不丁的一看，老吓人了。对，别走太近了，毕竟这玩意儿都不安全。如果真要掉的话，很容易把人盖进去。这灯太吓人了。灯上面有妖精，对，灯上面有妖精。感谢我回响哥的66，回响哥呀、啊，咱送真爱团里的礼物吧。今天真爱团任务5万呢，太他妈吓人了！这里边，平安科技照明，不知道哪儿平安了。
我操！感谢我轩弟的鸡尾酒，谢我轩弟。跑步，我以为那儿站个人，那是个破布，我以为是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在那儿站着呢，他妈吓我一跳，定眼一看发现不是，仔细一看发现不是，全是各种各样的灯，谁家缺灯？谁家缺灯？赶紧吱声！这现在有空给你运一个，但我不知道这上面灯能不能亮啊？我扣不下来，它上面应该有 LED 的。上面有灯管的，这三个灯应该是好灯，这三个灯应该是好灯，但是能不能亮不知道，假装够了，欢迎我小猫，欢迎猫弟儿，这三个灯应该都是好灯，但是能不能亮不知道，坏了都黑了，小爱呀，擦一擦还能用，擦擦还能用。得用着也担心，万一用，它突然之间掉下来了呢？掉下来给咱砸了呢，对不对？你看下面的，它下面还挺老多呢呀。下面挺，谁？谁呀？怀疑是进来人了，听着好像是在我进来那个门口那边传过来的声音。我怀疑是进来人吓唬我来了。就在我进来那边的门口，就从那边传过来的声音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人，但我没听见脚步声，我就听见那个声音。没人呢，有狗叫，马路边的狗，马路边的狗。没看见有人呢，往那边走一走看看，咱们小心着点啊！咱们毕竟是出来户外探险来了，也不是玩命来了。对，有声音狗才叫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有人呢，没有人呢。
这也没人呢。我的心瞬间悬上来了，我的心瞬间悬起来了。有没有人？没事就赶紧跑，好。能不能是刚才过那个车在后边颠的了一下，是能不能是大车的声音呀？应该是大车的声音，走吧。那时候蔡少芬好年轻啊，哼。有人吗？没看见有人啊，也没听见除了我以外的脚步声啊，也没听见除了我以外的脚步声啊，啊，咱溜达一圈看看再说啊，我操，动手，动手，咱们转一圈看一看再说啊。有人吗？手套没有电，我带也没用。你刷刷礼物就不卡了。你看刷礼物的谁卡，刷礼物的都不卡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感谢我心心相印，谢谢我心心相印，感谢我好人姐姐，谢谢。哎呦，绊死我了！这里边说实话挺大的啊，真的这里边挺大的。我到现在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个地方到现在啊，就这一层，我到，哎呦，我操你妈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是你碰到玻璃响了吗？我没有碰到玻璃呀，我没有碰到玻璃呀。1分钟前我也没碰啊，我碰玻璃干啥呀？你们看看我走的这种地方，哪有玻璃？全是这种东西，踩上去软软的，看着没？哪有玻璃啊？踩上去都软软的。啊，媳妇儿。这地方，我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该咋探了。
真的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该咋探了。呲啦声那种，呲啦，那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刚才放了个屁。我不知道该咋探了，这地方。更小心相应200倍，那就是屁声，可能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知道我刚才放了个屁。哪来那么多都破鸡巴小号骑着个自行车来回跑，那吓我一激灵，吓坏了，你赔吗？啊，小哥，感谢我心心相印，谢你的亲亲，嗯，我也给你个亲亲。我感觉他就故意吓我，这应该是个门儿，这应该是个门儿。你看这门都这样式的，门都倒塌了。我吭哧一脚，算了，别犯贱了。这吭哧一脚，真倒了，再把我盖里了，再把我给砸了，对不对？我操，那啥呀？好像是两条腿，看着像腿，看着像腿，但灯具层怎么会有腿呢？那是腿吗？腿也没那么长啊，看着不像呀，看着不像。过去看一眼就知道了，走。卡的话，你们提前告诉我啊，我这边也盯着信号，信号一旦往下掉，我就会换个地方。失去了不安全，那这儿也不去，那儿也不去，你还探什么户，还叫什么户外探险呀？我搁家撅着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你们老是说这儿也不让我去，那儿也不让我去，这也不让我干，那也不让我看，不是这也不让我干，那也不让我看，不是干。好像是个柜子，过去看看。好，你光说好，好，你给我上票啊！你说我今儿跑出去300多公里，300多公里，现在才3万多票。你说我今儿多可怜吧？刚才过去个红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红的，你看擦眼了吧？你看擦眼了吧？有截图吗？你们看见什么了？给我截图啊！因为我有时候我不一定我都能看到，有时候我眼神也不好使，就黑在那里。黑在那里，我没看见有什么红影啊。死毛毛操毛毛操你妈出来！好像不能操毛毛他们。死毛毛猪操毛毛你给我出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天气哥都看见你了。出来！但我真没看见。
但是我一直听见有声音，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声音是一直有的。我也没看见，但我有听见声音呀，我有听见声音。你在哪儿？谁？有人吗？我老听见有声音，是靠近马路边儿，那是全是大马路啊，全是车。感觉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探头呢，我怎么感觉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探头？压惊，压惊，压惊。我看到一样东西，我看到一个东西，我看到一东西，看见没有？这应该供奉的是五财神爷，应该是，因为做生意的嘛。每个做生意的都有供奉财神爷、文财或者武财，对。但是正常供奉的话，就是店里边有供文财的，有供武财的。从这楼下感觉，感谢。家人们卡不卡？卡不卡？欢迎纯牛奶。卡不卡？不卡，行。这应该是个楼梯吧，走上去看看。我怎么感觉那边有个大灯一直对着我呢？不怎么管，爱咋地咋地，乐意对对对去吧。有亮，那边是马路。啊，刚才应该是等红灯的，现在不是变成绿灯了吗？现在变成绿灯了，刚才应该是等红灯的。欢迎新进来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大家伙。操，在里边结冰，结冰了，结冰了，在里边，在里边结冰了。你走，上楼看看。哎，少爷灭了。
欢迎男神，欢迎男神大哥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蓝的是门吗？啊，这蓝的是门吗？应该是门吧？我看这上面还有铁呢，应该是门，应该是门。这种门应该是电的吧？欢迎新进来的小伙伴们，八方恭喜发财，一帆风顺。这边被堵上了。手拉门不是电门，我操！那这门得多沉呐！二楼也塌了！你们看这里边，进去看看。哎，我操！你瞅这棚顶，你说就这种棚顶不塌就怪了，就用这种胶合板，这种板多薄啊！你说上面还承载着那么重的那些灯都一堆一堆的灯。那能承受得住吗？你说他不倒什么倒，他不掉下来什么掉下来，对不对？你让一个100斤的人去抱一个500斤的大胖子，他能抱得动吗？对不对？恭喜我小橙子200倍。这里边豆腐渣工程，真是豆腐渣工程。里边感觉一眼就能看到头，就是上到二楼以后，上到二楼以后感觉一眼就望到头了。没东西出来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你们不给我过任务，他就不爱出来吧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这样式的。你看，你们不给我过任务，我也不好好探。我一不好好探，完了，萌萌都不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这样式的。我自问自答，反正你们也没人回答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呀，感谢我执念，感谢我小小程，谢谢你们的水晶球和亲亲，感谢。嗯嘛嗯嘛，一人一个，不偏不向。这他妈一眼望到头了，我没亲你赤狼，我亲我们家执念和小小程的，跟你不发生关系。恭喜我小小橙再次200倍！我去，小橙子，你今天是不是拜财神爷了？啊，小橙子，你今天是不是拜？哎呦我去！你没有猜，我发现什么了？血块放大的。对呀，我操！我发现我的运气也真好。这他妈啥玩意儿愣啊？我看着好像也是血迹，真他妈是血迹，真是血！不像啊！等会儿我看看那底下。好像在这个箱后边呢，
好像是在这个箱子后边呢，好像是在这个箱子后边呢，可能是配电箱来大姨妈了。你咋不说是我来大姨妈了呢？老鼠，老鼠有这么多血吗？我也来大姨妈了，求大哥给买卫生巾，要纸尿裤那种卫生巾，有没有大哥给买一下？也让大哥你稀罕这个，我稀罕，我给你，你给我买2包，打开看看，那我能打得开吗？这玩意儿搁上钉着呢，我能打得开吗？螺丝搁上拧着呢，我能打得开吗？加大加厚的，对，加大加厚的，我的量大，我怕给你冲跑喽。我打不开，小爱。我跟你说，小爱，我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。你现在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现在就算是谁给我刷个100-200个穿越时空，真的，我二话不说，我直接我爬上去，咔咔咔一顿踹，踹我也得给他踹掉了，用牙咬我也得给他咬掉了，一嘎一嘎我得给他撕掉。非得看看这个配电箱后边到底是咋回事儿，对吧？想去别的地方看看，溜达溜达。不对呀，那边是不是也是血啊？我操他妈！这也是血啊！这也是血啊！别的地方呢？别的地方有没有？走，去看看。感谢我小琪琪。那有个楼梯，走，咱们去楼上看看去。看看楼上有没有血迹，会不会是积血？有人在这里做了法事，不，看着不像积血。积血的话不是这个颜色。我再弱智呗，我再二呗，我也知道那肯定不是积血。走，上去看看。积血好像会变黑，对呀，积血本来就会变黑呀。积血、猪血都是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变黑。现在都封着呢。哎呦我去！我发现个好玩的，你说这要是坐在这儿拉粑粑的时候，我先看滑不滑，我先看滑不滑，啪嚓一下，完了尖儿还让我碰掉了，这尖儿还让我碰掉了，怎么形成的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呀，啪嚓一下直接菊花爆满身，直接菊花爆满身。哎呀，还在晃动着呢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不结实啊，这结实。老贺，老贺，你说我用这玩意儿捅你一下，你是不是痔疮立马就变好了？啊，老贺，水滴成的，嗯，水滴滴下来水了，完事就形成这个。冰柱了，用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抱一下老贺的菊花，换一下抱或者抱一下小爱的也行，他俩的痔疮立马就好，肯定的，肯定的，小爱也好了，老贺也好了，对，还有挚爱的呀，还有挚爱的，挚爱也跑不了，你们的菊花立马就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拿这玩意儿，我粗鲁谁吧。我粗鲁那些个，除了小蟋蟀啊，除了小蟋蟀，我粗鲁那些个，
不加这爱团，不帮我过真爱任务的，我就速录你们这些人，把菊花给你们爆满身。感谢我游客哥，我操，这也过不去啊！这他妈都挡着呢，过不去呀、啊！我感觉这个地方也没有村人家说的那么邪乎呀，这来了啥也没有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来这我都干到楼顶上来了，还啥都没有呢？能不能是我又被忽悠？谁？谁呀？我听着好像一楼的声音。我听着好像是一楼的声音，感觉离我特别远。他妈也没人回答我呀！这没有人回答我呀！他这是啥呀？我操，这都可以供奉老鹰吗？可以供奉老鹰吗？这上面还有香呢，老鹰也能供奉吗？啊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能供奉老鹰吗？老鹰是属于那种大鹏鸟，大展宏图。您的直播间存在违规，拉倒吧，别闹了。那灯笼是不是？你手电反光，感觉亮亮的。手电反光，不亮了吧？手电反光。你瞅，官方又提醒我了。我不就是任务还没过呢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肯定能把这个任务过去。你老着什么急呀？对不对？谁？谁呀？有人吗？是我听错了，有个红衣服的，什么红衣服的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我刚才一直在这儿没，他说的是二楼，红衣服的呀。哪有啊？哪有啊？我上去看看。你
你把截图发给我媳妇儿，你把截图发给我，咱们去看一眼啊！我没看到什么什么什么红衣服，我真没看见。刚刚你转过去，结果就没有了，是吗？媳妇儿，你们谁截图了？谁截图了？给我发截图，截图发给我。哎呀，我不想睡觉。谁有截图给我发截图？楼上确实有个红衣服，我要截图，我要截图。这也没有啊。有没有截图？有没有截图？你就是一晃就过去了，是吗？有没有截图，媳妇儿？你别给我发 QQ 群，你给我发微信里，给我发微信里。给我发微信里，刚才录了四分钟没注意看，从录屏里找截图给我，从录屏里找截图给我，我要截图，现在就要，因为我没看见，因为我没看见。看看楼下会不会出现，我发 QQ 群里了，行，我去 QQ 群里看一下。我去 QQ 群看，我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家人们啊！哎呦，我操！为什么没有脑袋呀？为什么没有脑袋呀？这我看了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柱子，就是这个，我还以为是柱子，我等等等我再仔细看一眼，我再仔细看一眼。这不对呀，这不对呀，那有没有录屏啊？有没有录屏？我看一眼录屏，有没有录屏？除了截图，有没有录屏？有没有录屏？把录屏发到 QQ 群里，我看一眼。这是啥？脖子吗？那谁家脖子这么粗啊？这谁家脖子那么粗啊？是柱子。我看一眼，有没有那什么？有没有录屏？有没有录屏？等会儿我下楼，咱们再看一眼啊！我下楼再看一眼。走，咱们下楼再看一眼。我操，冻爪子！但是这个看着好像就是楼上的呀。就是楼上的截图哈，对不对？我下去，咱们再看一眼。我操！那也就是这边，那也就是这边。看看楼下，欢迎北梦。没有，也就是我现在所站的这个角度，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，他当时就在这儿。
但我们那阵儿我真没看到，我真没看到。我操！我要懵逼了，真的，我要懵逼了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商量件事，我现在楼下右边，我看这个，我操，这玩意儿不稳呐！楼下右边，不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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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没有啊。没有，别在那了。那红的应该是木头吧？我刚才都扫了两遍了。我操！那是啊好吧。跑哪儿去了呀？这红票跑哪儿去了呢？咋了咋？哎，我操！我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，他怎么突然间就没了呢？咱们的视线是不是一直就没离开那个位置？啊？是不是一直就没离开那个位置？我操！啊！家人们，让我缓口气儿，让我缓口气儿。他是咋下去的呢呀？这个正儿八经的地呀！正儿八经地，你们听我敲的，二楼等会儿发给你。现在，我先赶紧的，我要截图，法律无边，改销成林。哎我操！这是哪儿？哎我操！我他妈过去早了呀！
是个半截的身体啊，这是个半截的，一半的身体。解脱，都解脱。这为什么越扒了感觉越模糊呢？越扒了感觉越模糊呢？啊？看着没？只有一半儿，只有一半儿看着。哎呦我操你妈！这是不是个遁地鬼呀？啊？是不是个遁地的呀，家人们啊？有没有人能回答我一下，是不是这个遁地的？咋的，一个人都被吓傻了吗？怎么没动静啊？遁地，咱们再上去看一眼行不行？是不是就死那块了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走，钻地下去了。所有人别再加我微信了啊！别再加我微信了。你们要加的话，主页有我那个 QQ 群，你直接申请进我 QQ 群里。遁地、穿墙那都可以。我瞬间感觉我脑充，我瞬间感觉我脑筋脑子充血，一下子充到顶了都。瞬间感觉我那脑子瓜子满满的。等会儿我看看回放，我看看回放，这儿回放，这儿回放。他好像是慢慢上来，然后自己个儿又慢慢下去的。他好像是自己慢慢上来，然后自己又慢慢下去的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呦我去！我感觉真的，我从头到尾都一直没离开那个视线，一直就没离开那个地方。我操！瞬间给我吓尿了。我想斌哥，走，家人们，咱们再上去看一眼。走，我不甘心，再去看一眼。走，走，咱们小心着点啊！咱们小心着点啊，家人们。我操，那是啥玩意儿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怎么办啊？你们说怎么办？但是如果说你们让我直接放弃就走，我肯定是我不想放弃，我就想去看一个。我不是亏我操！哎，我操！我不会说话了，我没拿法器啊，一直飘飘悠悠，飘飘悠悠的。我回去我咋回去啊？我来回来，我光来这一趟都300多公里，我回去一来回我都600-700公里，我出来玩来了嘛？啊，家人们！哎，我操！
哎呦我操！我怎么？我真的，我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我来的时候，我压根就没有那种，没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吧？也不是说没有那种感觉，我有感觉，就是感觉这里边东西吧，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属于最多就是算得上是一个小灵体，你知道吧？最多就是算得上是一个小灵体啊。但我没成想是这样事儿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妈是等于说是又一次把刷新我的刷新我的那个三观了。我咋叫龙哥过来？他离我这多远呢？我别说我离沈阳这边300多公里，等人过来我已经凉透了。我现在身上除了带着佛牌，剩下啥也没有了，除了佛牌啥也没有了。我操！我，哎呀！这个咋整？这个咋整？我法器没在车上。你们让我缓一缓吧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让我缓一缓。等我冷静一下，等我冷静一下，家人们，你等我冷静一下，等我冷静一下。等我冷静一下，等我冷静一下。我真不知道说啥了。哎呀，这，它不透明了吗？怎么又变成实体了？那个一会儿给我整蒙个屁了。我感觉他也是有本领，我感觉他也是有道行的。哪有热水？我在外地呢呀，我在外地呢，我昨天就没回家。我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开。车上有水，有水。我拿车钥匙。